今天自媒体上出现一首振奋人心的歌，只有一个中国，歌词14亿同胞意气风发，祖国统一，接台湾回家，我们已准备好金戈铁马，谁敢插手就斩断魔爪。不得不感叹高手在民间，下面一起来欣赏歌曲。东方有一座灯塔，让黑夜航行不再害怕，正义的种子在这里发芽，一直遏制这豺狼称霸。灯塔的名字叫做大中华，祖国的大智慧传遍天下。面对那豺狼，从不害怕，只愿朋友绝无二话。敢插手就斩断魔爪，这是我们最后的表达，一个中国绝不讨价还价，谁敢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